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飞象，那么又和大家见面啦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机店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们已经雇佣了三个柜员啊，先来看一下我们店里的情况怎么样。这个哇，客户也太多了吧，不愧是放暑假了，你们都来买游戏了吗？这个架子上都被买空了，我们需要补下货啊。点一下这个东西，这个盘好便宜啊，只要3块钱啊，这么便宜，我进价这么便宜的吗？怪不得能赚这么多钱。我们现在已经赚了7600块钱，把我们的架子上的货全部给补满啊，然后开始我们这个继续来打造一下我们这个店，这游戏机店。这是 PS4 的游戏，不知道最近出了什么，这好像是 Switch 游戏吧，是不是？哇，马里奥赛车，哇，这里也补满。哎，这个墙上，这个墙上是 Xbox 的吗？好像是的，然后把它补满。哇，都被买光了已经，噔噔噔。哇， Xbox 盘这么贵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来继续7000多块钱来打造一下，升级一下我们的店面啊。店面准备升，准备升级就是我们的店员，我们的店面准备升级，先来给大家升级一下这个吧，3500块钱，噔噔噔噔噔，变大了吗？难道？哇，金光闪闪哦，好像是变大了呀，已经这个还能再升级吧？4500哦，好像钱不够了。但是我们这边的话，能造一些别的东西，让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是几个架子是吧？都已经造完了哦。哦，这边买一个新的架子，哇，买了一个新的架子，这边还有一个新的架子，两个架子装完，好的，这边又来了一个 Xbox 的游戏机主机吗？哇，好的，我们这个店果然升级过了。哦，这里还有两个主机没有买，2500、3000买不起了吗？我们现在只有300多块钱了。还有这边的话能买什么东西？海报，海报，哦，两张海报。这边是我们的收银台，收银台好像，哦，能买一个新的收银台了，1500，哇，我们买不起了呀，这也太贵了吧。我们这个虽然说我们的店的生意这么好，哎，我们的店员都没有了，我来给你结账，我来给你结账。我们的店员怎么都没有了，我需要雇佣一下我们的店员，给他加上去，叮叮叮叮 ，OK， 20块钱一分钟是吧？这个，哇哦，好吧，反正我们赚的很多，这边果然变大了，我们这个店面升级过了，哇，你看 Xbox 的主机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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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哇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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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哇！哈哈，嘣嘣嘣嘣嘣，哇！这个主机有人买吗？这个主机应该卖的特别贵吧？300多块钱，现在这个钱来的好快，一下子，能不能买点钱啊？这游戏能不能买点钱啊？我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边的钱好像买不了。现在是中午12点，下一个等级的话是要4500块钱。哇哦，这边的话刚刚有两个架子没有买，哈哈哈哈，这个架子要多少钱？哎，都买了吗？好像买齐了，哦，买齐了。哎，这里有两个3000和2500的两个架子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 PS4 的主机吗？那我们今天存钱至少可以买个 PS4 的主机吧。看看这里是什么，这里是我自己的服装，哇，呵呵呵。那服装我们就不改了。这个是这个是帮助啊，哇，我们现在还可以再加一个收银员啊，这个游戏也是不错的啊。来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能不能再存一点钱，看一下别，我们去别人的游戏机房看一下，游戏店看一下，这是我自己的，看一下别人的，他好像没有我的大。他虽然造了4个柜台，但这个柜台没有人，我可以帮他收账吗？啊，好像不行。他的游戏光盘也没有多，应该是我们这边的话是最多的了。当好，已经是900多块钱了。这边这个架子怎么感觉少了一个？哦，摆到了这里，我们这个布局全部改过了，人流也少了一点啊。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机房呢，就玩到这里了。各位，祝各位小伙伴暑假快乐！那么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吧，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